项赛的第二天，在一号场地的第一场比赛有杀直线。主要是在一号场地和二号场地，一号场地是有三场比赛，施玉琪。今天准备很充分，王子维。机会球已经。两个人都在积极抢网口，安排大家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今日赛程去来收看。还有弧度啊，看看金廷能不能抓的更多突击。漂亮。哇，漂亮！好球！漂亮！今天在网口呢，哇！今天那个反派也真的是力量很足啊，因为他爆。好球啊！敢于在网口抢球，反攻失误。哇！对于我们的单项球员来说呢，要去来拿到满额的参赛席位，剩两副。王子维是获得了双方前两次交手的胜利，但是时间比较早，在2015年，
在最近六次交手当中，都是王子维输掉。哎呦，中路！哇，漂亮！Your face on fire.